好 ，OK， 好了 ，Hello， 我们要世界炸鸡了 ，OK。你这个刚烫烤无吧？我刚烫烤啊。应该是无烫烤啦，不要紧啦，无不要紧啦，反正。我刚刚我要烤。可能是人太多，他们忘记了。没办法啦，人家是好吃。60啊。60了，现在。它厚度不是很厚。60价钱不会很贵。不是很厚，可是它。你是加甜辣的？加甜辣辣粉啊，它没有用啊。没有很辣。没有很辣。一般般的辣而已，不过酱裹的更是很有诚意。那下次就跟我说甜中辣是不是？你就是甜辣而已，对。我想说甜辣还要辣粉哦，我要讲。嗯，绝对不用了。看哈，你看一下。很有味道的。它肉质还不错，你看。它肉质不错。嗯。不是每，它这个酱抹下去就是很有味道，就不是要说很辣很辣一堆辣椒粉。就可以那个，反而嗯，对啊，因为这辣椒粉不见得好吃。嗯嗯嗯，然后还有，虽然不是很厚，可能鸡肉品质还不错。嗯嗯嗯，还不错，饭很好吃的，不要称快哦，因为这种东西裹得像酱不上酱哦，那很快就会软软烂烂的哦。嗯，哎呀哎呀 ，OK， 我们要用餐了，拜拜拜，再见。好了，介绍一下那个世界炸鸡的那个串烧。这个。哪个这个没看到？买我买三串那个肉的。它这是什么？三串那个咸的，三串瘦肉的，三串那个咸。哦，咸猪肉，咸猪肉，咸。啊，跟一只甜不辣。咸猪肉，这一只10块钱。买那个6只50块。我吃看看，它那个油脂很多。嗯，很好吃。嗯。买6只50块比较划算。嗯。因为喜欢吃的人可以这样子吃。配酒下那个下酒菜，嗯，很便宜。他那个叫咸猪肉用的不错，很便宜。嗯。哦，嗯。炒的真好，那个酱特别，嗯，而且很便宜。那甜不辣什么，我跟你讲。对啊。哎呀哎呀。不要，他再烤一下，他就告诉炭烤，他那个类似炭烤，他先炸一下。就把这些吃完了。他炸一下，然后再下去烤。嗯，炭烤类似炭烤感觉。嗯，就这很便宜，可是要等很久，那边人很多。对，他生意很好，超好。啊，生意真的好，你把这至少差不多每次要等半小时。哦，生意有时候更好的时候等一小时。这样更好，不怎么调的。自己。我说不出来的味道，那就是很好吃的。特别的味道。嗯。啊。卢家卢沙水哈。嗯嗯嗯，OK， 好，这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拜拜。嗯。